这是带切的管件，半自动上料工作台，12米的仓管方管，这是冲频料一大包，看一下切割的断面，切割的圆弧，这也是成品料，一大包。仔细看这个位置，中间这个位置是一个水桶脱料架，矩形管在切割旋转的过程中，下面支撑是水桶始终承托的管件，12米的半自动上料架，客户是做液压升降设备，升降电梯行业。这个也是客户的一个成品，半成品。